秀出魔力，百变发型就在魔发秀。炎炎夏日，许多明星都会选择一款清凉的盘发造型，慵懒又得体。那今天我们的达人呢，就要挑战大明星，教你一款明星盘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lef 黄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我们都爱玩发型》里面的明星式卷发。那这款发型做好之后呢，真的很有明星气场哦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第一步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把头发给分区，分一个 Z 字。这里呢，把这边的头发分过来一点，然后可以开始扭转了。我们先把分过来的头发分成两股之后扭转。然后呢，再加进一缕头发。加进去之前呢，也先把加进去的那撮头发扭转，以此类推，一边扭，一边加。直至呢，把这一边的头发全都扭转完。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可以用嘴巴咬住它。扭转之后呢，我们把两条发束合为一条，然后用橡皮筋固定，最后把发束拉通之后扭转，转成一个发包，然后用 U 型夹固定。固定的时候，勾住发包上面的头发跟下面的头发，然后往里面插就行了。绑好之后呢，再正面调整一下，像有掉出来的地方啊，可以用 U 型夹补一下。再把头顶的头发拉松一点，调整一下蓬松度，这个发型就完成了。